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サイシェカギカン。クアイチェホシニク。シズカロン。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老师推车。2012年的 CLS 350，当初这一代 CLS 350是从2010年到2017年，是不是第二代的车型？哈，代号是 C218， 在美规行叫 W218。好，我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做什么雪茄型车身，你知道？这也是我之前常常讲水杯的造型。当时总代理有两种车款 ，CLS 350跟 CLS 63。好，那这一台当初有两个形式，就是一个有 AMG 的套件，一个是没有。我们现场这台是没有 AMG 套件。这个头灯哦，当时最开始使用 LED 阵列式头灯，有71颗。阿丹，你有空去数一下，我就不带大家数了。不是72吗？78。你好，我水管。我以为你要直接算的。我才不要算呢，你有空你慢慢去算。71啦，炸炸的，赶紧擦饮料啊！我觉得这个车型蛮有趣的，因为它这个车型设计出来，让你觉得很典雅，却又带了一点科技感。它当初的这个铝圈啊，选配的是255/40/18，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小了。那当时宾士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在偷青了，引擎盖、叶子板，还有后面的车厢盖都是用铝合金的材质，还有它底盘所有的连杆都改成铝合金的连杆，所以那时候其实重量都已经完全把它减轻了。那我蛮喜欢这台车的哦，因为我之前也常跟观众朋友分享到这个无框玻璃，我今天就爱无框玻璃。阿丹，你有没有发现？对啊，你很爱啊。我看到无框玻璃我就高潮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哎，你看它这都还没拆呢，这才跑55000公里而已。不过它后门我觉得有点长，比例上面有点扁长了。等一下我要带大家看一下后座的空间，好不好？后车厢带大家看一下哈，这水尾的造型，这个需要一只鸭尾，这个应该是这个 CLA 的前辈哈。后车厢蛮大，我记得500多公升吧，非常。哎呦。点灯温暖是这样，我刚直接把人家搬开会不会怎样？好，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啊，应该没什么啊，有备胎啊，备胎多大哦？155/60/18，比较窄啊。这是什么？哦，掉东西的哦，你可以掉这个盐酥鸡啊，什么可以掉在后车厢。好，这很一般啊，就这样。好，看一下驾驶座这边，来，你看这粗壮的 B 柱。我后来发现哦，其实很多车在设计玻璃是无框玻璃的时候啊 ，B 柱都会做得很粗壮，因为为了要补强这个。少掉这个框的强度，那里面用的是当初选的是这个核桃木的饰板，这个哈曼卡登我怀疑是他自己换的，因为只有高音喇叭的部分是哈曼卡登，下面其实不是。这个网络上有在卖吗？盖子，有卖整体的，这个应该是整体的，不是盖子而已。整体的话大概6000块，高音的部分。啊，如果盖子就很便宜了。那这个三组的记忆电动椅，然后它的方向盘也是这里有一个小香菇，可以去调整它的高低的。然后它一直有一个香味传出来，你知道吗？这台车，我本来以为它要选什么香氛套件，后来不是，这里，这个其实也是宾士原厂的一个芳香剂，它直接插在点烟器里面。这我以前买过呢，现在比较新的宾士的香氛是藏在手套箱这边的，可以直接把你的香味导到空调里面。啊，这个那时候还没有，椅子蛮舒服的啦，它也有腰靠控制，它软硬蛮适中的，然后也不会觉得让你软到不能够接受。哎，对，它后面跟帕拉梅拉一样，哦，它是纯四人座的，哦，然后三区恒温，这边有一区恒温，你看，哦，可以调整后座出风口的风量跟温度，后座位置蛮直的呢。可是它其实有做一个内凹，有没有？有内线，叫做断叉哦，内线，内线是包红豆的还是包奶油的？不过你看哦，这头部空间就真的不行哦，因为像这种轿跑车都是这样，它后面往下削，对不对？所以这个头部的空间通常都不太行。宾士这个头枕啊，我在开的时候，它除了可以上下以外，它这个还可以这样，好，可以去顶住你的后颈，这个设计还不错，很需要。所以你说这个车是要老板坐后面给司机开也不太对，因为其实后面没有那么舒适，要坐另外一边吧？你说把椅子弄前面一点，对啊，才会舒服啊。加客人家那嘛，后面再放一个职业驾驶，吊在后面给你看那个。啊，现在后面还有小萤幕可以看电视啊！听说我们之前拍那个远传业费会放在那个计程车上，我们都没有去看，到底有没有在计程车上？不好意思去看。好，好，后面就这样，它的磨砂。哎，不过这很丑，你看为什么这下去以后还剩一块这个？就罢了哈。这个引擎是一个3.5V6的缸内直喷的引擎。好，所以它马力可以大概在306匹，然后37.7公斤米的扭力。这个引擎其实毛病不多，唯一比较常见的一个通病就是，可能在很多宾士你都会遇得到，发起来的时候大概会有10秒钟的时间，你会听到一个啦啦啦啦啦啦的声音。那个都是一个叫做凸轮轴调整器，我觉得算是通病。有人说是因为用了劣质的油，那也有人说是原本的设计瑕疵。那通常都是那个凸轮轴调整器要更换哦，这个是这个引擎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好，它再来一个，当初它
前后都是多连杆设计，而且它底盘用了很多这个铝合金的材质，全部的这个车体啊，有高达72%都是用新的这个当初啦，用比较新的这个钢材，哦，除了重量更轻，而且这个刚性更强。那特别是这个门啊，它使用这个钢材，让这个门的重量减轻了20公斤左右。好，但是它的这个保护力啊，却比它之前的宾士更加的强韧，所以它这一台车其实有很多宾士刚开始的一些元素加在里面，比如说当时这个年代的 CLS63， 它是首次在这个车款里面加入四轮传动 LED 的头灯，也是当时的创举。好了，差不多啊，那样该背稿的也背完了，那剩下就是开起来的感觉，还有妈全部的人就是在等我出去开车会连怎么销尾，就这样而已。我们一集推车就是这样拍的嘛，是不是？好，差不多就是这种套路，对不对？期待啊，还有什么料要放送出出来这样啊，还是看小师什么时候要被黄标。好，阿呆，我们出去试车走。再写鍵館クアイチ星に行く静かろ。啊，看雨刷刷一下。妈，哎呦，我又不到槟榔杆啦了。啊！你看，每次开不一样的车，就是会有这种坏处。我跟你讲哦，这台车我开了很久一阵子。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常换车吗？我是不是常常在推车的时候啊，然后都会讲说哪一台车我很喜欢？我常常喜欢车子吗？没有吧？真的吗？那你觉得我们试到现在啊，我有哪些车是我开过？你觉得我真的很喜欢的？小姐姐啊，还有嘞 ，IS200。哦 ，IS20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还蛮多的哦。我一直很担心一件事情，我一直很担心我变成渣男，你知道吗？渣男。渣男见一个爱一个啊，好像喜欢的东西很多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吗？我的爱如果太轻易说出口，那就没有价值感。你每个女的都说我最爱的就是你，干那像什么价值感？这个是一个话术哦，你要讲我爱的是你，不能讲我最爱的是你，因为我爱的是你不代表我不能爱别人，好，不能讲最爱，知道吗？看小师长知识看好这个车哦，我为什么我开头要跟你讨论这些事情，观众朋友看久了应该是可以区分出这个当中的差异性，就是程度上的分别。那你如果说我假设以小姐姐来讲的话，小姐姐如果她是这个90分喜欢的话，这台车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是98分的喜欢。这么高、啊、对，当然我跟你讲这是这样子哦，这是在这个价位里面啊，因为小姐姐的价位又不一样了嘛，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 CP 值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价位里面的 CP 值啊，这台车我给它很高的分数。刚好我们前两个礼拜播 Panamera， 对不对？认真来讲，我考虑要把这个车，如果要选一台车留在身边，我会选这台车。如果跟 Panamera 比的话，好，我跟大家讲原因。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它的车况，好，刚好跟大家分享这个车的里程数很低，只有跑55000公里而已。好，然后再来第二，它车况很好以外，它这个价位的 CP 值我觉得很高。它虽然是2012年，可是我告诉你，正因为它是2012年，所以我喜欢它。它虽然它这台车当初它设计的引擎配置，它用的平台就是 E-Class 的平台，所以它们的轴距是一样，然后它们的引擎变速箱都是用一样的东西。为什么我说正因为它是2012年，我可以跟你讲，这是最后一代你还能开出老宾士稳重感的汽车。我之前在155的时候也提过宾士开起来那个稳重感，对不对？但是在2014年以后全部都不见了，它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变速箱，更轻的车身，操控更灵活，开起来让你觉得开一台很轻盈的车子。但是呢，底盘的反馈，隔音的表现，跟你开起来的那个稳重感，其实在现在新的宾士已经都不见了。当然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啊，车一定这样嘛，越做引擎越小，然后可能都用涡轮的了，然后可能越做这个刚性越高，车身又越轻，但是它就失去了我们这个老屁股从小到大开宾士，就是记忆中开宾士的那种稳重感完全不见了。它现在价钱可能跟2014年左右的这个 CLA250 价格很像啊，当然我知道他们是不同等级的啦，那因为他们都一样是这种垂背，有没有屁股垂垂的这种造型，但我把它拿来比较是说 CLA 它是更新世代的车款，好，车身板件折线等等配备是更新潮，科技感是更高的。那把他们两个拿来比，其实不是很公平啊。但是我觉得，比起如果两台让我选差不多的价位，我宁愿选更旧的 CLS， 好，因为我更喜欢它开起来的这种稳重跟舒服的感觉。观众朋友，你如果有开过 CLA250，你会发现那是一台很用功的车子那车开起来齁，风切声大，轮噪声大，隔音差，然后内装呢阴阴歪歪，里里漏漏，
尤其是有天窗的，过那坑洞你就一直听到内装那种嘤嘤歪歪的声音。我不知道有没有车主啦，反正我们现在干啊，宿敌无数了啦，我已经看破了，好不好？西游车我不晓得，也许车主觉得没有，好，一定会有人留言嘛，说哪有，我的西游车很好，也会有啊。那有一些有坐过这样的车的观众朋友，你可以底下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之前我经手过蛮多台CLA250， 我觉得它的那个组装跟它开起来的感觉，没错，很轻，很会跑，很会冲，也很帅。我觉得那个组装真的，当我第一次遇到 CLA250 这台车的时候，我对宾士蛮失望的。好，那这也许跟它的这个销售设定有关系嘛，所以我宁愿选更旧的 CLS。 如果以二手车来讲，好，100多万，那我宁愿会想要选择这个 CLS 的350这款车来开。那当然它的硬伤就是那个3498cc 的税金。这个车哦，当初这个有一个小故事，你知道吗？这车前车主是一个女老板，中小企业的老板。这个车刚上市2011年左右的时候，他那时候到杜拜出差，那客户就是开这个车去接他的。结果他一看到那个车这样从机场开过，他就觉得很美，线条很美。然后他坐在后面，他觉得哇好舒服。后来他就跟他的客户讲，我决定我回台湾也要订一台。结果他真的回台湾，他就买了这个车子。那之后这个他的客户又来台湾，杜拜的客户来找他的时候，你真的买了耶？他说对啊，说到做到啊。我说我买就买。看到没有，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枯燥乏味。刚刚你买一台 CLS350， 刚刚你买长安的，你知道？说买就买，没有漏气的，好不好？当然，这个要当一个成功的老板，就是要有点杀气，对不对？跟我一样嘛，买到没钱也要买。那像这一种中小企业的老板，其实他们换车的频率都蛮定期。好，那这台车他其实也很少开，因为他车也不止一台，所以才会在这8年的时间，他只开了50000多公里，而且他从新车一直到卖掉都是在原厂保养。你知道这种老板就是这样，他可能叫员工开去，他该换什么就都换一换。好，原厂讲什么他就换什么。他说他以前哦要把旧车卖掉，经验都是在原厂处理。那这一次是因为他的儿子是我们的粉丝，所以说哎妈，我帮你开出去问小石看看，我才有机会得到这台车哦。后来呢，我们交易完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很多事情。他说他以前交给原厂业务处理的时候，常常车卖掉以后，哎，怎么还有时候会收到一些罚单或什么？因为客户来，我都会跟他说明嘛，我们都是立即过户嘛。我跟他解释完以后，他说哦，难怪我之前卖车以后，常常啊，有时候过了一个月、2个月都还会收到罚单。好，然后问业务，业务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会处理。因为他们这种老板人，他们就省时间啊，反正我跟你买新车嘛，啊，旧车你说多少，车就签去给他，然后资料全部丢给他，然后就后面的事他都不管。好，他们在处理事情是这样，汤姆就是玛丽嘛 ，Time is money， 哎，汤姆就是玛丽，对不对？我是常讲，我最近又发现一个新的，不爽不要买，英文怎么讲 ？Maison my man。好，我讲一下，2005年开始，宾士它慢慢的就改成这个7速的手自排的变速箱。这个当初就是这个后期款的，因为它其实还有分哦。那个变速箱2005年开始改，好像2010年之后它就改成后期的7速。后期的7速它有一个代号叫 Plus 哦，就是有做一些修正。这个变速箱通常会比较常遇到的是这个电子基板很容易坏掉，它机械结构部分是没问题，什么离合器片啊，哦，电磁阀换挡机构那些，基本上以宾士来讲，其实很少出现变速箱的毛病。但是就老旧的宾士的变速箱通常会坏掉，都是因为电脑基板，通常修起来，这个电脑基板修起来加上编程应该要3万多块。好，这个是有几率会发生的。2004年第一代的 CLS 其实问题蛮多的，但是我觉得不能怪他，因为他年纪蛮老的。我常常在讲进口车是这样，我常常接收到那个观众朋友问我，小师哥啊，到底进口车到底保养是不是很贵啊？是不是问题很多？都听人家讲说这种修不起、养不起，问题很多。其实我觉得齁，你如果买新车的话，基本上啊，5年之内跟国产车差异其实不大。我常常举一个例，就很像洋妞跟这个亚洲的妞差异在哪里？洋妞是不是你觉得一样？16岁的时候、17岁的时候，洋妞看起来是不是很正，该发育的都发育得很快，卷发大波浪，有没有？哦，还金色卷发大波浪。但是哦，我跟你讲，你到了30岁，他们老比较快。干，洋妞看起来妈已经不行了，该垂的都垂了。不知道是因为种族的关系，还是因为超比较凶的关系。好，所以它就是怎么样，进口车跟这个亚洲车，我觉得差异就是这样。其实初期的时候，你看它很漂亮，没什么差异性，问题也不会很多。你看，哎，你看，拍一下，我们每次走这里，它都在那边钓鱼。5门的 C-Class 有吗？之前看过对不对？第三次了吧？他真的陪伴我们度过很多试车的日子。我们下次去访问他。哦，下次去访问他，你在钓什么？好。
好啦，所以进口车是这样啦，你如果你要买的是新车，真的前几年齁感觉不会差很多，但问题都是在发生在年纪到了以后，齁也许进口车它真的会出现的问题就会稍微多一些。然后我觉得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以前开一些福斯啊，那些德国车啊，美国车也好啊，一些进口车、欧洲车，大家都会觉得它很会亮灯，好、哦、什么灯啊，一直射一直射。以前我们最喜欢讲五灯奖，五灯奖，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五灯奖，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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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看主题曲我还记得，你去查五灯奖主题曲是这样唱：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五灯，五灯奖。我还记得，好不好？可是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亮灯是因为他们的感应器跟监测系统做得相对的精密，他连一个雨刷桶没有水他都亮灯。你如果开过日本车，你雨刷桶妈喷不出水就代表没水了，他绝对不会跟你讲。甚至你的水箱水水位过低他也会告诉你，但是日本车嘞，直接亮灯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你温度过高了，那时候你才发现你的水箱没有水。所以其实他不是像大家想象说哦好像问题很多然后常在乱亮灯，而是他的监测系统相对比较严谨一点，所以说他这个提前做好保护措施，提前做好提示，那你赶快去把这个问题排除掉。好，我们现在山路，我都没有讲它开起来的感觉，对不对？啊，感觉开起来感觉就是妈很舒服啊，但是这个过弯就是侧倾很大，过弯速度就是有点慢啊。那很多人说，干，那开车不是每天在配车？那、啊、你们每天试车都在配这个山路，有谁回来每天都在开山路？我啊，你啊，我家妈，我每天回家就是山路啊。他、啊、就说啊，山路开那么快干嘛？你不能慢慢开吗？没有啊，我们试就是要有点速度嘛，要不然我要试什么？他、啊、就慢慢这样开，山路很好开哦。我现在开30，哇，你看这个弯，哎呀，行云流水啊，有没有？啊，你还把妈妈上前面塞傻啊？好，我们都要测试一下底盘的反馈啊，换挡啊，它有换挡快播，可是我觉得我不想降它的档了。这个车本来就不是飙车啊，这个车是要让老板坐在后面觉得很舒服。可是我真的觉得买这个车，乘坐人不管是前座后座，真的坐起来会很舒服。你不觉得完全没有任何不适感、弹跳感，然后底盘也不会有那种松散的声音吗？蛮舒服的、哦。对，但是因为它的车，哎、欸，多重、啊？17135。哎、欸，17135是不是跟帕拉梅拉差不多？差不多。那这台车开起来就没有帕拉梅拉那个重量感。帕拉梅拉是要速度起来，可是这个车从一起步开始就是很轻松的车子。它这个 V6 的引擎跟它隔音的关系，它整个运转的品质啊，它给你一点点的引擎声音，然后很顺、很滑顺的声音，然后再搭配这个宾士很稳重的换挡逻辑。我现在是 Sport 档，开这个车我也是一个习惯上来 Sport 版按下去，因为它的经济模式的话，哦 Normal 模式的话，其实是更温和的。Sport 版已经有一点点提高转速，可是它不会给你那种很高转速落差，然后哇呵呵呵哇干好热血哦，没有，还是很稳重。只是说你在开的时候，它的加速是轻盈的，而且这个时代的这个宾士的脚踏板还没有做的这么轻。我说的那个脚感有没有？脚感好、哦，不是踢红杆，脚感脚的踩起来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个以前宾士那种带有重量感的踏板，然后很稳当的帮你加速，开起来可能是有一点像司机在开的车吧，比较没有那么操控乐趣，但是它是舒服的。好、哦，尤其它的座椅啊，之前讲过很多车的座椅。其实它的座椅的那个长度啊，其实算长的了。哦，对我来说其实算长。那腰部的支撑，还有它的那个沙发的软硬度也很适中。它不是死硬的，但是也不是软到让你觉得没有支撑力。但是过弯是真的不太行。哦，但是就非常的，我觉得应该要想一个注解给它。它这个车子开起来，以狗来讲，应该是可鲁拉布拉多。哦，这台车是车中的拉布拉多。你知道为什么是车中的拉布拉多？非常的稳重、哦、你希望他怎样他就给你怎样，那也不会给你爆冲，所以就是会给你一个很有信心感的感觉。开嘞、欸、有开哦，要 QR code 扫一下，开嘞，爽欸、啊、你要不要？好爽哦，好耶、yeah, 我们终于又回来这里了，好久没来了。对啊，终于回来这里，怀念的，超怀念的啊，看那疫情真的他妈的改变很多东西耶、欸哦，最近疫情还有最近比较常在讲那个奥运，你知道这个奥运最佳的跳水组合是谁吗？是妈妈跟媳妇，因为他们常一起掉在水里。啊，奥运最佳的这个跳水组合，亲爱的，就是媳妇跟妈妈。我觉得他这台车应该，因为他当时是跟这个E-Class共用底盘的嘛，
所以轴距也都一样，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比较流线版的 E-Class。 换一个想法这样想就可以了，就跟我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山下智久，大概就这个意思。不一样啊、哦，比较年轻化的 E-Class， 跑五万多，棉到跟什么一样，全原厂保养。这车妈的，如果还要险，而且你看它有那个 Auto Hold， 它的 Auto Hold 就是我喜欢的那一种，它就是踩深之后才启动的，不是你一停下车，数字到零就启动 Auto Hold 的。我喜欢这一种，因为自己可以控制。那这车我坦白话讲，就是爬坡的力道啊，或者是下山的力道，其实都可以啦，只是说过弯真的，我觉得是因为它18寸铝圈的关系。其实当初哈、哦，它这个可以选配19寸铝圈，我是觉得车主给我的答案有点怪啦。可是他是跟我讲说，他家地下室的斜度如果用19寸，怕会磨到。啊，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转速好不好？因为它这个我觉得18寸的铝圈对于这台车来讲的话太小了。它是用这个，我记得是它倍耐力的胎哦，我忘记型号了，因为它车的重量的一顿七嘛，所以会感觉说它的轮胎太软。我在每一次过弯的时候，我会一直觉得说那个轮胎是很软脚的哦，有点类似我之前讲斯柯达那个，对不对 ？Rappi 有没有？我说它的轮胎太小也太软哦，所以我觉得这一台车如果真的你是对操控，你想要提升它操控的感觉，应该是要换一下19寸的铝圈，我觉得会增加你过弯的信心。但是如果你只是希望开一个成熟稳重哦，要带着一点点，如果你不想要这个觉得自己是开一个很老的车，我觉得这个车比起开 E-Car 的确是多了一点点的年轻感、科技感，让你乘坐你家里的家人乘坐起来也很舒适。车就是要这样嘛，你就是要让自己开起来也喜欢，看起来也喜欢，坐的人也喜欢，啊，这样就 OK。但是这个四个座位其实也不适合全家人，除非你家的人口就是四个，而且其实这车其实蛮大的，你如果真的是单身汉跟两个人，我觉得开这台车好像又太大，行李箱那么大，你不知道冲三小。你看这个怠速，你是不是怀疑它没有发动？而且很安静。完全不懂，也没有转速，干他有没有转速啊？有啊，有600转，我觉得他没有转速哎、欸。啊，当然这是 V6 引擎都这样 ，V6 引擎本来就比较稳定啊，比较不会抖动啊。然后其实要急加速，零到100也大概6秒多，对不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没有办法留下每一台车来开，因为我不可能每一台车，我觉得哇，这好棒，才跑5万多。然后我们收进来的价格，坦白说又比消费者买的更便宜，很多车对我们来讲吸引力真的是蛮高的，都会觉得说，看这这车留下来开多棒啊！我有一个朋友在开，他是开235嘛，2014-15左右的那个 M235， 就 BMW 的、啊。然后呢，这个上次来我店里，我说，他是 CLS， 你出去开一下，看你的235什么感觉。他就开完回来说，我可不可以 BMW 换 CLS？ 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觉得哈，当他开完 CLS 再回去开他的235，他觉得他车好跳，他觉得他车好不舒服，你懂我意思吗？他以前很爱那个车，可是他有可能年纪到了，他现在觉得这种车比较舒服，开的时候、坐的时候，甚至在他妈妈乘坐的人会比较舒服，所以他就想要换这个车。这跟有一些人年轻的时候找妹的标准跟老的时候找妹的标准不一样。你现在年轻的标准是什么？你不要再卷发大波浪，那我梗哦、喔。就干。就干，就能干就好了。啊，没有，你随便讲几个标准嘛，你自己觉得标准两三个。不要太幼稚。哦，不要太幼稚，对不对？好，啊，再来嘞。可爱，哎，来啊，再来。孝顺，好，三个，对不对？好，我跟你讲，等你活到一个年纪，你就会觉得只要跟我在一起都好。你再继续这样单身下去，再过几年有没有？我在阿戴啊，你现在找女生标准是什么？只要她愿意跟我在一起就好了。不用几年了，现在都差不多了。哦，现在这么快了，是不是？那我还有一些朋友，你现在问他说有动60分。啊，随着年纪的改变，你的那个标准会越来越不一样，需求不同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车这东西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会依照你的年纪，其实你会有不一样的需求，才会让我觉得说我做二手车很好玩，我可以尝试不同的口味啊。这个如果消费者他买二手车，他也可以，因为他享受了前面的人的折价了嘛，对不对？他就可以用这个更少的花费，然后去换，因为他的这个生活，你的生活改变了，他公司换位置啊，用车习惯是不是会改变？好，老婆离婚换新老婆了啊，新的老婆住的地方不一样。我跟你讲，公德这又来讲啊。以前哦，在没有导航的时候啊，大家对路都不熟。你没去过的地方，你是不是要看地图？那有些人就哦，他妈的土城很熟，中和很熟，哪里路很熟？那没有一间牛肉面很好吃，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会知道吗？因为都曾经教过那个地方的码子。你知道我们这个年代啊，你在学习那个街道的路啊，哦，学习哪边有好吃的东西啊，都怎么学的？都教码子学。尤其是马子狗，你知道学习那附近的路，学习那附近，哎，
这个女生想吃这个热的红豆汤，这个三重附近哪里有在卖热红豆汤？你要去找嘛。好，所以你当你交一个新的马子，你对那个地方的路都很熟，还是你们现在也是这样？应该是啊、哦。所以男人在记录都是什么？靠当工具人，靠交女朋友去学的，去记录的，好不好？好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CLS350 哦，2012年的，现在目前市场上在收购的价格应该会在80万左右，80多万哈、哦。那但因为这台我们里程数是真的很低，一手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目前卖出的价格应该会在110几万吧，我也忘了，算了，好不好？那粉丝专业都有价格，好、哦，那这个价格当然我们买超过我刚刚跟大家分享80万左右的这个价的这个金额啦，因为它真的一手车全原厂保养，里程数低又白色。然后我又没买过这个车，我就想说买回来试看看，没想到一试成主顾，跟我一样啊，做口碑的，你知道吗？好，只要你愿意试一次 ，You try。Try me， 好，只要你试过一次，哎、欸，一试成主顾，就类似这种感觉。我们在做口碑的，好啦，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下次见，拜拜。最近流行什么话题啊？除了奥运以外啊，哦，我知道，阿呆，你吃完饭了没？这样，剔牙都用牙线棒还是吴亦凡？你知道现在最新的吗？我是知道吗？啊，这是最新的。你看我这个年纪了，我还要学你们年轻人的梗。那吴亦凡是谁？我都搞不清楚，到底哪国人？强国人？强国人？没有，人家说他是加拿大人。哦，我现在就不认账了。对他们不认账啊，出事就不认账。对，出事不认账。再世界機関那不是我们强国人，那是加拿大。クワイチ星に行く。静か論。